啊，他们真是啊，他们不讲出来的，还要吃油，哎呀。这种大嘴，但是它会爪也比较没有一点，它爪套一定要进去。好快！哦，好快！哎，不能二刷。我吃啊！那如果有人要投到宝贝，打电话。快起来！快不起来！快不起来！快不起来！啊，那一定不会。我以为是苍蝇。没有。太重了，有一点。根本不会爽，完全没有，这边都好爽。然后取而代之就是它爪掉了，时间很久，啊，时间很久。好，出来，我有出来了，哎呀，不是，我还是那个。可怜的我先帮你化妆，这样可以保持里面的流畅度。喂，来。拉倒，不要拉倒。不要再下来了。带我走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小娃娃。他是保险。这你也知道？哎呦！哎呀，哇，跑掉了！啊，我倒了！干，绕过来！我拉不出来。拉出来啊，必胜必胜，哦，决一死战，决一死战了，哦，站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可惜了一点而已，超大甩，极限甩，超极限，啊，没扣到啊！你要去哪里？给我回来！哎呦哎呦，继续。这样不错，可是他怎么一直在挡板上面徘徊，就不会直接下来？哎，哎呦，
精华。好帅。算了，我不要拼头上，先把油把它弄正一点哦。太厚了。差不多平手了，有机会下次再战。跟你讲，差不多，哎，时间好短，8秒，哇，硬哦！哎，时间真的太短了啦。声音啊！你刚不是说应该不用多少就可以输了？OK 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没有，主要他时间好短哦。哎，来了，正面来了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出了啦！出了！哦。我觉得他好像到这里就棒，他没有整个到最高，厚一点比较好。哎，哈，不错，可是没有跳跳舞，没有跳跳舞，跳跳舞比较可爱啊。我们去把那个拉下来。他怎么掉到那边去？有时候。
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